要示范如何做身体，还有整个公仔整个把它做完做起来。那有了头了之后呢，我们必须怎样，要像这样子有两只脚，还有把这个头发做起来，还要把身体的粗配做起来。这样子的话，准备好的话，准备的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能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公仔娃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示范脚的部分，将我们原来磕脸的部分所剩下来的粘土一定要留下来，才能做脚跟手皮肤色。好，那这样好，做脚这样子，搓成一个什么水滴形。然后呢，我们先从脚掌做起，就差不多这样子。好，好，稍微前面折一下，这样折、弯、推、转。做出来了，脚掌，好，把它站起来，站直，好，开始把这个脚踝给搓出来。好，那像这样的话，这么长的话，就是穿裤。那假如说我们要穿短裤或是穿长裤，我们就做到小腿的部分就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把它量起来，这样子，脚掌，好，再来就是一个腿，好，这是小腿，这个就是。穿短裤或是长裤的，就这样，这样脚就起来了。那当然，一共要做几只呢？就是两只。好，那比例就是这样子，一个头的比例。好，从脚掌比起来，一个头的比例。好，这样一共要做两只。好，那我们再示范一次，这样子。好，长水滴形，这边就是脚掌的部分，这边就是小腿，然后大腿一直胖起来。需要这样子，好，水滴形，好，一样比一下，好，这样子，来，这样子，压住，折，推，转，好，再放上去做，好，两只可以比一下，好，调整一下，两只要一样大哦，嗯，好，调整一下，好，再把脚踝转瘦一点，好，这就是要穿。长裤跟短裤的部分，只要做到小腿的部分就好了。好，把多余的剪掉。那大概让它干个一天左右，我们就像这样子，用铝线把它穿过去，让它干硬，才能开始来制作。有脚趾头的部分怎么做？一样搓圆水滴。好，把那个脚掌给做出来。这样子，然后折、推、旋转，让它站好一下，在桌面推平一下。那这样我们就把那个脚踝的地方搓瘦一点。那为了要做脚趾头，所以你必须怎样把拇指给定位定出来。所以这样子，把这边抓出来，先抓出拇指。好，这边。抓完拇指以后，这边就是什么脚弓把它做出来、然后记得后面的脚跟比较瘦比较窄，前面的话指头的部分要怎样比较宽一点点，这样。好，好了之后呢，好，我们翻到正面来，好，把这边往上拨，图往上拨一点点，当然后面的也是什么往上拨一点，好，再把拇指定位定好，好，把这些痕迹都赶不见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来画指头了，一样分成什么三等份，一、二、三，就是两条线。好，后面的对半切，这边也对半切。好，这边记得要这样哦，延伸到这边来，延伸到这边来。好，转到这边来，延伸过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样脚趾头就做起来，做出来了。好，那做脚趾头就是为了什么？他没有穿鞋子的，我们就要做，一定要做脚趾头。然后，只要坐姿的话，就一定要这样子，连后面都要做出来。这样子一样，一共做两只。好，那一样让它干之后呢，我们再插什么？再插铝线，就可以来跟什么身体的来组合。就像这样子，两根，好。
那个小腿的部分，那我们现在来示范整只脚的部分。整只脚的话就要是像这样子的公仔，穿裙子的又要穿袜子穿鞋子的，所以就必须做整只脚，有包括小腿跟大腿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整只哦，一样搓圆，所以要做整只图就要拿大坨一点。好，一样形状都是一样，好，慢慢变成长水滴。好，这样子一样，脚掌都一样折起来。好，这样子转。好，把桌面站平。好，继续把它抽细。好，这样子。那因为我们这个是穿鞋子，所以就不用做脚趾头了。把它抽细。好，那我们要分大腿跟小腿的部分，所以就必须怎样，慢慢抽。小腿一，大腿一，把多余的剪拿掉，这就是我们脚的部分。好，那这里在一半的地方，这里的地方一半哈，弄一个凹槽或是旋转都可以。好，这样就可以分出什么小腿、大腿要相等。好，就把多余的往后赶，做出什么小腿肚的感觉。就很像我们所说的什么萝卜腿。好，把这坨肌肉给做出来。好，那后面这个凹槽也要做出来，把土往小腿肚的地方拨，脚踝的地方弄瘦。好，这边转瘦，这边拨，这边拨，你可以用工具帮忙把它滚过去滚过来。这样慢慢的就什么小腿肚就出来了。当然你在制作，因为做整只脚，所以它的土相对的比较容易干，你可以什么抹一点水让它怎样稍微湿润一点，然后你就有点滑度比较好，就可以慢慢拨，把什么大腿小腿跟大腿的肌肉给做表现出来。脚踝这边是瘦，这个大腿的部分内侧斜剪一个，这就是鼠膝的部分，到时候是要这样子装的。好，所以要剪一个内侧斜剪。好，再怎样像这样子用铝线把它穿过去。那这样子一共要做几只呢？当然就是两只啦，两只脚。那这样子大概完全干硬之后呢，我们才可以来继续什么下一面的步骤。脚做完之后呢，我们要示范什么脖子跟头发的部分。那我们先示范脖子的部分，一样，你在头干硬之后呢，把它换成什么？换成铝线。换好铝线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做脖子，一样，你要在这个地方抹上什么白胶，一定要记得抹白胶，没有抹白胶就粘不住。好，把我们粘土搓成一个长条，脖子是长的嘛。好，先不要管它多长，没有关系。好，这样慢慢给它怎样旋转进去。好，到底之后呢，好，沾一点水，把这个接缝的地方都怎样抹掉，要光滑一点，不要让我们看得到有什么你接了脖子的痕迹。我们就来什么来做长度的调整，这样子，哦，到这边三分之二的脸，眉骨到下巴的位置，然后把多余的什么剪掉，好，哦，就这个位置，这里等于这里，好，哦。要把下面的什么剪的位置的痕迹也嘛，稍微把它抓顺一点，不要那么的锐，那个角度那么尖锐。来示范头发的部分，一样在后脑勺的部分抹上白胶，好，戴在头顶的位置，然后到下面，好，抹上白胶之后呢，取土，好，先拿一小块搓圆形。好，把它压一点扁，好，就把它这样子粘上去。当然你的脖子干净来做是会比较好，假如说你脖子还也是刚才做，然后就要马上做头发的话，你就要稍微小心一点，不要把那个脖子给弄坏了。好，这样后面先做好之后就可以转到前面来了。好，先做后脑勺这个部分跟那个耳朵起就可以了。
当然你可以自己去参考什么样的发型都可以。那我这个就是盖住耳朵的，所以我就这边再把它盖住补起来。所以就是说先从后面做，然后再什么前面再继续补。那涂量的话没关系，就是你拿的多少，然后往前推，往这边推，然后剩下的从这边补，往后补，这样子头发一边就好了。那你也可以在什么再把这边补强，抹一点白胶。水滴型把它贴上去。那因为我刚刚才做脖子，所以要小心一点，慢慢来贴上去。就是耳朵有露出来，你就要这个方向，然后做鬓角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子。那这种它就是它耳朵有盖住了，是一个小学生的乖乖头，是这种。当然你这边这种头，这种刘海，这种刘海就这样整个这样就好了，一个贴上去就可以了，这样贴上去。那我这种的话，我要旁分的话，你就要做两个，好，水滴型，水滴型，然后这样子，来，然后这样子旁分型的，这样，啊，一样把接缝的地方都弄出来。两侧头发边这样两侧比较白，那白的话就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的头代表你的那个粘土是湿润状态的，你就可以来画什么发丝哦，你可以这样子用我们的工具这样子，比如说我等他戴个发箍，我就把这个界限给他弄出来，画出来这样子哦，到时候可以戴个发箍，就发型都可以自己去设计。那这边好，就这样，这样子分这里，嘿，然后这样开始画发丝，发丝，然后就是 S 型旋转状态，这样发丝会比较自然。那你在画发丝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不用太整齐，一条一条排的像排队一样排的那么整齐，不用，你就撑持着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样，一丝一丝就好了。你要为了能够画发丝，所以你一定要什么，把黑那个粘土的布要沾上，要什么，要抹上水，那湿润一点，你才有办法画发丝。这种就比较可爱型，这个就是比较什么姐姐这样子，然后这样我们头发就完成了。示范这个身体的胚的部分，这个身体到时候就跟这个我们刚刚示范的脚就可以组合在一起，哦，那再把头装上去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示范这个身体的胚怎么做，好，一样取一坨土，好，搓圆，好，一样是水滴型。那到底多长呢？拿我们的头来比，来，一再点五，好，一点五长，这样，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做前面胸部的部分，把这边压平，压平。这是肩膀的部分哦，不是脖子哦，脖子我们已经做了，好，压平。好，那后面剩下0.5的部分，这个就是腰。一样的部分，这样身体的胚不会太难，这样。好，再看一遍胸部，好，把压，然后呢这边，然后就用工具把它怎样推平，记得哦，这个脊椎一定要平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怎样剪鼠蹊，一个V字形，到时候就可以跟脚来结合哦。好，这样子，到时候就可以这样子结合，这样子就
就会出现了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最后一个步骤，记得哦，把这个熟悉的地方稍微，身体稍微给它这样，有一点这样，蝙蝠状这样子，就比较有前凸后翘那种感觉，好，这屁股，好，屁股的那个点，到时候我们再来补。这样你必须什么，插个牙签，好，让它这样子插着，让它干燥，好，这到时候就可以来做身。那个整个就可以整个来组合成一个什么公仔娃娃，那身体一样要让它干硬哦。